现在哭也有什么用啊？孙子没了，三个月的赎罪危险了，就跟你说小心小心，不听妈一天往外边疯跑，保证保现在上山崖了吧？这不跟你说好保护吗？这怎么保护的啊？妈，我孙子保护哪儿去了呀？妈，这怪我，这我们真不是故意的。妈，这也不完全怪金波，其实说实话吧，金波从一开始就怪我，从一开始就怪我，我就是。 我就是，我就是还没做好准备。我都老大不小了，我天天在家待着，我吃我喝都得我爸妈养着。我再有一个小的，那得把我爸妈逼成什么样呀？我就想，我能够做出点事业，然后再有个孩子，我不要求我自己顶天立地，我倒能扛起这个家。 我能够负起男人的责任来，我真的不想看到你们这么累啊，爸爸。哎呦，我喜欢孩子，其实我特别喜欢孩子，我看到外面的孩子的时候我就高兴。爸爸，这都是我的问题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你早点有志气啊！ 你有了孩子之后，你来了志气，你来神了，你我跟你说，从一开始，你跟初恋好，我就不同意你非好，我说行吧，然后就结婚吧，我也说行吧，怀孕了也不知道，这孩子我们最后知道也行吧。你说那一个小生命啊，是吧？全家都盼着呢，既然来了，咱就好好的迎接吧。可是你要是没想好，你要他干嘛呀？你既然要了，你也不好好的保护，你半道儿你让他没了，我的孙子。 行了，妈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雅雅，我们走吧。 猪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好，雅雅，雅雅，收拾东西去吧，咱们走了，走了。老猪，咱们走了。来，妈帮你收拾东西，慢点。 让我干嘛呀？请我喝酒也找个好地方啊，这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。你后悔吗？啊？后悔把所有的财产变卖了，来救你爸。他再混蛋也是我爸。 说实话，李尚，其实我挺羡慕你的，年纪轻轻，事业有成，敢想敢做，敢爱敢恨。你对金娜，其实比我对金娜更好。你敢做的事情，我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，金娜这个人，不会因为你有多少钱。 而去喜欢你，也不会因为你没有钱而放弃你。我当时就是觉得自己穷，没办法给她幸福，所以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她。后来我发现我错了，大错特错，我才明白，金娜要的不是取之不尽的物质和金钱，而是一个永不言败的男人。
其实我更想看到之前那个你嚣张的自信，可是我看错了，原来你之前所有的自信都是来自于钱，没有钱你一无是处。说得对，没有钱我就一无是处了，没有钱我就一无所有了。我一直在骗我自己，我觉得我是白手起家的富二代，其实我就个傻二代。没有钱，但是你还有自己。你觉得没有钱，全世界都离你而去，你不觉得这是上天给你的一个机会，让你证明自己不是一个纯粹的富二代，有能力白手起家吗？从头再来这么难吗？你想让我们看得起你，就别轻易说出一无是处。要是这样，你不配做我的情敌，也不配爱金的。好了，我不说了。你要是个男人，明天到库油网找我。你看，每次打都通就是不接，这小子我跟你说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要不咱报警吧？哎，别，先别。那万一出点事儿呢？这小子没胆儿，他干不出什么傻事儿来。是是。出来聊聊吧。哦，在哪？你们自己看看吧。谢谢。李尚，你告诉我，在这儿你看到了什么？我在这里看到了希望，在我最落魄的时候，张硕破格把我招进了公司，让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可以重新开始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和一帮有激情有干劲的年轻人在一起打拼，也让我重新找回了当年的自己。对于当时的你，这家旅游公司可能就是你众多产业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，但对于我，这就是我全部的梦想，也是我全家人所有的希望。他就像是我的家人，我的孩子，他就这么离开了，
我舍不得。在未来，我希望这里可以成为我们共同的梦想和事业的新起点，证明自己的机会。可是我没有钱，想要证明自己没那么容易。我前妻当时从我卡里取走了我所有的钱，可能是天意吧，这笔钱又回来了，再加上我之前省吃俭用省下来的一部分，把这家公司重新开起来应该是够了。不过你想清楚，我们如果一起合作的话，你就不再是老板，你很可能是我下属，干最脏最累的活，受各种各样的委屈，但我可以保证你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踏踏实实问心无愧的。我以前挣的钱也是踏踏实实问心无愧啊。别废话了，敢不敢？敢。喝口水吧。你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对不起，丫丫，我真的错了。我知道这一直以来我太不成熟，我没有处理好你和我妈妈之间的关系，反而越来越坏。我知道你一直过得很痛苦，我也没有像我们俩之前我答应你的一样让你开心，但是我是真的爱你的。其实这两天我也想了很多，我觉得我原来是个特别快乐的女孩，结婚之后我不爱笑了，我每天活得特别战战兢兢，我就生怕得罪这个得罪那个，我觉得我变了。那个时候你不让我工作，其实最开始我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你心疼我，你想照顾我。但是其实你有梦，你想当一个作家，我也有，所以我想完成我的梦想。可是你有理解我吗？你有吗？好，再退一步，我没有孩子了，我看到希望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是连这个希望你都拿走了。老婆，再相信我一次好吗？叫朱莉亚，我还朱莉亚罗伯茨呢。嘿，就是朱莉亚罗伯茨的朱莉亚。
我的心里再也装不下别人。我爱你，我还要娶你。这时候打退堂鼓吧，我没准备好呢。你想了解一下哭友网吗？金娜，给我点时间。我给你一个新的理想，我和老吴已经商量好了，我们俩要重新创业，共同努力，再创佳绩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俩要一起追你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都没准备好，你就让我出来，你是不是傻呀？啊！你以为我瘸了我就追不上你是吧？哎呦！喂，亲家，我是，谢谢您还能接我电话啊。这个前几天大家伙都有点激动，茱莉亚要坐小月子吧，她走不远，我想你们也应该还在北京呢，这样行不行？找个时间，我做东，咱们大家伙心平气和的坐下来，把孩子们的事儿说清楚，您看怎么样？哎，好，那就这么定了啊！来来来，茱莉，哎呦！开心点，哎，四当四当，来兄弟，哎，怎么了？哎，兄弟，我认识你，哎，我们上次来离婚的时候，不是你还给我们发喜糖来着？哎，你们这是离婚啊？这太可惜了。哎，没事，你看我和我媳妇儿又复婚了，没事，知道吗？那个，我们先兄弟。你的糖我收下了，祝你们幸福，祝你俩早日复婚。这个不打不相识，我反倒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啊，咱们就为这个缘分先干一杯，好吧？哎，请，亲家。哎，好。这杯酒也算是我们带金波向两位亲家赔个不是。金波这孩子，因为我们教育不当，做了好多不靠谱、不成熟的事儿，也请你们原谅。其实我们也知道，闺女是父母的心头肉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让茱莉亚嫁到我们家，你们心里很难受，也担心怕嫁错了人家，在这儿吃亏受罪。换位思考，我们也有闺女，我们也表示理解，完全的理解。金波爸爸哈，我觉得你说这个话说得好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
这个助理啊，真的就是当娘的心头肉哎。你说她嫁了人家吧，就好像是被弯掉了，哎，但是弯是弯去了，这个神经是还连着的，哎。他就是在这边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，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哦，在家里真是睡不着觉的。这次这件事情，错误100%就在金波身上，我们一定，好好的批评教育他啊。这雨是越下越大。以前呢，我做过一个梦，梦到我们俩分开了，没想到今天变成了现实，美梦成真，会让人欣喜若狂，噩梦成真，会让人痛不欲生。我们俩所有的过往就像一场梦，但是所有的美好都已经烙在我的心上。金波，我从来就没有不爱你，可是我们经历的东西没有办法让我们再继续。如果你答应我，你好好照顾自己，关于梦想，永远不要放弃。金波这孩子头脑简单单纯，没心没肺，他不是一个坏孩子，要说他有些不成熟，那也就是因为我们太娇惯他了，平时是吧，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，错误也在我们身上。两位亲家，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想早点抱孙子，这一次孩子没有了，我们心里边都不好受，我想这个时候，我们也就不要再说孩子们了。只要他们感情好，毕竟还年轻，以后还有机会。我们给他们提供这个机会，咱们双方都再做一做他们的工作。你说呢？金爸爸、金妈妈，我倒是觉得今天蛮怪的哦。金波妈妈今天。怎么一句话也不讲的啦？你们家换打法了，是不是啊？今天是让他爸爸多说一点，我嘛也不是不想说，只是呢，这一肚子话不知从何说起，是吧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们确实也是非常痛心的。但是他爸爸说这个话，我。不太同意啊，什么叫100%是金波的错呢？这什么事情是吧他拍不响的嘛，毕竟什么事情都有他客观原因的。你说金波他愿意发生这样的事儿吗？他绝对是不愿意的。这个孩子我了解，他心地非常的善良，所以呢这个哎呀，不过不管怎么说，事情发生了是吧，总还是觉得挺对不起你们的，毕竟是你们的女儿受到了伤害，所以呢，来，我还是举个杯吧，就还是跟你们道一下歉，来，真是道歉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来了。嗯。晚了点。来来来，坐。你快坐下吧。我们
花儿啊，你都三顿饭没吃了，开开门给妈好吗？静波，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再说我也有责任，啊！我是想，清官难断家务事儿，这两口子的事儿，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原因，啊！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，你也别太难受了。我现在反倒觉得，离的婚未必是坏事儿。失去了才懂得珍惜，就跟咱俩一样，是吧？你说要是不离婚，也不知道对方这么在乎彼此。我是觉得我有责任，我管你管得宽，管金娜，管金波，又弄得咱们家全都……别太自责了啊！我看金波这样，我心里真的太难受了，太难受了。焦灼的影子究竟该伴谁？掏空了爱的甜美，尝尽了苦涩滋味，到底是谁给谁安慰？习惯了疲惫，却不曾后悔，好想抱着你，让爱不倒退。汹涌而来的作对，别人家老公知道自己老婆怀孕了，那叫一个开心啊！你第一时间却跟我说什么考虑考虑。惯了疲惫，却不曾后悔，好想抱着你，让爱不倒退。汹涌而来的作对，没吃药吧你？吵死了，就把你们家开的。每一步为爱紧紧跟随，能不能爱你到底？想说的话已满意，这一切并不容易，耗尽我却做不到放弃。虽然风雨不停息，我的心里再也装不下别人。我爱你，我还要娶你。难以逃离，能不能爱你到底？让我自己安静地对你
做出郑重的决定，虽然风雨不停息，选择却早已清醒，无论别人如何盼我们分离，不管明天如何还是要爱你。雅雅，雅雅，好了，不要看了。妈妈跟你讲哦，到了美国之后呢，你就不要再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。哎，我和你爸爸陪着你，到处去走一走，散散心呐。不要再想他了，不要再跟他联系了啊，知道吧？啊，妈，我不去了，对不起，我哪儿都不去了。啊？我不走了，我要留下来。这孩子还是放不下金波的了。喝杯水吧。姐明白你现在的心情。记得姐刚离婚的时候，就把你当个垃圾桶，心里所有的话、所有的委屈，就都跟你一个人说。你现在心里有什么难受的、想说的？赶紧说说。小屁孩，这两天我的脑子就像摁了循环播放器，我和楚俩的一幕接着一幕在不断的转，一直在想我们俩的这段婚姻就像是在打仗，拉着手攻克了一个接着一个的堡垒，现在呢，我俩都已经遍体鳞伤来了。就像他说的，也许他这次跟我分开，我才能够真的成熟起来，像个男人一样。以前老是听你们说，婚姻呢不是两个人的事，而是两家人的事。我特别不明白，现在我懂了，我真的懂了。我知道，这一直以来，我做的特别不对。一直说自己是个作家，可是我写出了什么呢？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写的真的挺好的，可是没有一个人看得上。姐，
你觉得我能做一个作家？当然能，你会是一个很好的作家，姐相信你。扛起这个家了，我能够扛起做男人的责任，我还要去找他。如果他没有家，我还会把他娶回来，因为他是我最爱的人。朱莉亚没有看错你，姐相信你一定可以。姐支持你，去把他追回来。不哭了，小屁孩。没想过。该长大了啊。振作起来。回来。我一直告诉我自己，他是我的。他本来就是你的。您还行吗？没事儿。对不起啊，老板。其实我没想到最后还是你来帮我办。哎，别跟我客气啊！你再这样我生气了。再说我现在已经不是你老板了，请你尊重我。我有自己的名字，好吧？嗯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嗯，我是茱莉亚的好朋友黎尚。好嘞，尚哥。你慢点啊。哎呦，哎，既然没走，你怎么不联系金波啊？我知道你们俩有感情，而且很在乎对方。其实我觉得还没到时候。哎，你答应我千万别告诉他。我有我自己的想法，我觉得可以的话。我会自己去找他的。好，我不告诉他。不过你这环境啊，也不怎么好啊。嗯，你就别嫌弃我这里了。既然到这儿了，进来喝杯茶呗。当然了，我都快累死了，好吧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来来来，我给你开门。爸妈，姐，出来吃早饭了。哎哎，来了，吃早饭了啊！哎呀，儿子，你做的早餐啊？哇！不会吧，这真是你做的？当然，还稀释的呢。对啊，尝尝我第一次做饭。哎呀，这颜色，你看还搭配的这么好，人生第一次做饭吧？对，以前也做过。赶紧吃吧，不然我还找工作去啊。你看多自觉，还要找工作了。儿子，嗯，你比我跟你妈想象的要坚强多了，爸替你骄傲。那小说就不写了，姐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我以前写的呢，就像是一只躯壳，没有灵魂。我就想到外面找点工作，去充实一下自己，这样写出来东西可能才会更生动一些。对对，人家不说吗？生活是创作的源泉。就应该到社会上去见形形色色的人，体验了生活之后才有灵感，才有创作的激情。对对对。那其实我跟姐一样，我就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，那我们俩就放心了。这个你就放心吧。对，我让着你。